I'm in this shit for life. Remember my life, that shit was trite. Now my neck, my wrist got ice. It was some times I wanted to die. 我们摄影师刚刚忘记带滑板，所以他刚刚回去拿。然后我们今天要拍的企划，我们来听一下 Bry 今天特地从台南过来要跟我们玩什么来。我们要来玩。Show me what you got。不要玩我，不要玩我。不要玩我，我只给女生玩。哎，不是，因为他有一个 idea， 就想说我要来玩蒙眼的挑战。蒙眼的挑战，对，一个是蒙眼 skate game， 一个就是玩这么刺激啊！我要蒙着眼，家人来做一个招，然后我来猜那招是什么招。不是你蒙着眼，然后我，我们用耳朵来猜，就是对方做的招式。但如果猜错的话，也会有惩罚哦。有惩罚、哦？有惩罚、啊？太突然了吧？等一下，怎么可能没有惩罚啊？认真，对啊，所以是你先猜，哎、欸，等一下猜错几率很高哎、欸，对啊，猜对才有奖励吧，猜错怎么？而且一定要猜对五次哦。他说我们来玩就是 game 的方式，对对对，五个机会这样。对。OK， 嗯哼，然后最后一次一样 redo， 最后一次。但是我们在拍的之前，我们先来这个客家 SPA 玩一下板 ，Let's go skate， 倒数玩。在那个客家 ，Bry 在那边拍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不知道做多少次 ，bra bra 放在 KFC，br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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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所以我们结束呢，吃完饭，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软科这边，因为我要带 Bry， 他是你知道吗？台南的真咖怂，台南没有来，他没有来过软科啊，我们带他来软科玩一下，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Let's go， Let's go， Just。对，超痛 ，Just 对。我不知道会不会反击。
采这样传统方式滑滑板吗？欢迎光临宝丽达曼，没事，对不起，我在你的业配。我们要蒙住眼睛来猜招式，好，我们用什么蒙呢？可爱的眼罩，好，粉红色的。我故意买粉红色给他，因为我不要戴粉红色。哎、欸，拜托，我之前滑板比赛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小时候我戴了一个粉红色的安全帽、欸、，What the fuck？ 但粉红色没有不好，好吗？好，我们今天蒙住眼睛，然后我要做五个招式，我们知道怎么计算了、啊。你先拿着，哦，不然我们就做五个，然后看谁能猜到最多。好，我们做五个招式，然后看谁能猜到最多。但是就是如果你猜错一次，你就要被惩罚。我们要什么惩罚呢？哦，我戴护镜也幸好。我戴护镜，因为我跟你讲，哎呦，不能这样拆掉，不行，不要拆掉，给我拆掉。哎呀，不然我们弹额头好了，我们改弹额头，好不好？因为滑板撞脚踝真的是一件，就是有可能你今天去下课，你撞下去觉得哦，今天没有办法玩板。好 ，OK，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企划要拍，脱一件啊！不要脱一件，今天又没有女生，你What the fuck？ 难道你是 ？Why are you gay？ You gay？ Ready？ 嗯 ，Are you ready, Brian？ 好了 ，You sure？ 来啦，娘炮 ！Let's go！ 等一下哦，我没有听到翻的声音。然后他不像趴下比的那个蛙的感觉，所以是奥利，是吗？我做的是 Nolly， 靠呗 ，Let's go， 我跟你讲，我弹额头超痛的。哎、欸、干，你额头怎么这么凸啊？你是鱼啊、哦？我请你 ，Let's go， 好了，我轻一点，一开始而已嘛，最后再打，我们累积。我跟你讲，这还是最轻的，我有抬过超重的。这什么？啊，不是360吗？不是刚刚那个吗？没有。你有换招、哦？没有啦，360。Kickflip。Yeah！ 哎呀！然后因为我听到一个，它不像 Ollie 那种刷的很顺的声音，就是有一个哗。就有一个空调的声音，我真的觉得他很聪明，所以我觉得，你该不会玩滑板用耳朵在玩吧？没有，就你就看滑板影片，然后就听到就哦 ，cookie grind。好，那我再做一个。好，这个我知道 ，shabby reverse。哇 ，shit！ 哇，你怎么知道？我靠，我亮了。你怎么知道？我有听到像那个 shabby 声音，然后我听到一个过去，就那个这一定是 reverse。然后哦，下面这真的会听得出来，这真的会听得出来。对，那我那你剩最后一个、啊。对啊，哇，赚到！哎、欸，它听起来也像是一个翻版呢。Damn， 不是脚跟，因为你今天脚跟翻版超烂。You are fucking pussy。干是脚跟的，我不是吧？不是，吓死我！你再做一次，你再做一次，我要求 redo。好，他要求第二次 redo。你招式有重复吗？没有，一样的。没有，我们先到了。猜太久了、啊。对啊，不是 fake kickflip 吗？不是，是放赛跑 shopping。靠背啊！我发大了 ，bro。哦！bro。呜！拍一下我额头。拍一下我额头。What the fuck, Gary？ 太突了。What the fuck, Gary？ 不行啊，你卡卡西哦。这样可以吗？露出来。这很像 Shuffy 耶。Shuffy 有 Shuffy 的声音吗？啊 ，Not Shuffy。好，怪他的头。Make it miss me。Make it miss me。哈哈哈哈哈。Miss me。我背上没有来点的。好，来头。哇，干！哇，这个一开始而已嘛。好的。Nollie 后下 big spin。Nollie 后下 big spin。确定吗？还是前下？你确定吗？你确定有转那么多吗？你确定我下臂有转那么多吗 ？Big spin， 背上 big spin。你确定吗？我背上 big spin 呢。不会，你好像不会。对，我不会背上 big spin 啊。哦，人民币。我在想办法不被弹啊！我猜，
Nolly Bisping 就是正面的，就 Bisping。好 ，Nolly Bisping。确定吗？对。你要我公布解答吗？公布吧。Fakey Shabby Body Vario。What the fuck？ 就是 Fakey Shabby， 然后人往 front side 走。我看好亮哦，靠背。对对，蛮亮的。我看你好亮、哦。你可以做一次给我看吗？就是这样子。反正我要被弹的，干。怎么做啊 ？What the fuck？ 这样子、啊。靠背，这是招啊！这是什么招啊？这完全就只是一个 shuffle。好，来吧。五人体逆向走。哎、欸，这个拉吊真的超亮的，这个真的很伤眼睛的。好，眼睛。OK， 预备喽。我干。如果是我，也会闯。那应该是 Oli 吧？我猜 Oli。你猜 Oli？ 应该是 Oli。确定答案？确定。确定哦，确定，答案是杯赛。为什么？答案是杯赛。我靠！我看陆地都没有错，我自己吓我了。哎、欸，原本想说他错一声，那里有一个提示，就他都没错。我说，他没错、哦。那，我完全，你没错，我完全不知道。对，因为第一次我还没错，我想说，哎、欸。那你要不要 redo？ 然后就叫 redo 嘛，我就说。可是你身上应该会甩啊，我应该听到你身转身的声音，感觉完全都没听到、欸。风太大，风太大。啊、oh, ！啊、oh, ！干，好吧，这台车的，我的人命，我真的要死，连死。哦，干，这他妈。他妈又要鼻子靠背。你鼻。Oli， 确定吗 ？Oli， 你确定 ？Oli， 不是什么 Oli One Foot 之类的。靠背，不是什么 Oli Body Vario 之类的。Oli 啦，我说还 Oli 啊。OK， 好了，是够简单的，对啦。耶、yeah! ！我想说，你又什么都没动。欸、你确定？你确定是 Fake Oli 吗？靠背，你该不是 Fake Oli 吧 ？Kipling， 确定哦。应该是 Kipling。你确定哦？很像 Kipling， 是你有 Kipling 啊？应该是 Kipling。啊，你觉得我板子有做下臂吗？没有。没有，哎、啊，你觉得我人有转吗？不是什么 keep the body turn 之类的。没有。开不开屁哦？哦，厉害，那成啊？有啊。干，为什么都没有差的声音啊？没有，就直接丢过去啊。看这个，哎、欸，这个真的很亮。这个真的很亮、欸。你直接等下摄影机这样子，然后拿开就砰，超亮。我尽量避开你鼻子。哦，干，这个很痛。哇，这还弹到鼻，有点压鼻。哎、欸，鼻子真的太大了，大鼻威。我常常在挖鼻孔啊。比较松是不是？啊，干！你在哭吗？是真的，这真的眼睛就看到一半，然后突然有点超亮。呜、哦。Kipling 有点丑吧？刚刚在这边做了很久的360，我做蛮久的，一直爬，太久没有跳落差。好啦 ，Anyway， 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他想的这个 ID 的话，在下面留言一下啊。不喜欢就给我就闭嘴，赞，倒赞，喜欢再给我赞，好吗？好啦，不要忘记 follow Bright Instagram， 还有抖音来看那个家人刚刚 Oli 跌倒，来看刚刚家人 Oli 跌倒，会360，然后 Oli 跌倒，360比 Oli 简单就对了。我真难过，干。好啦，不要忘记 follow 的 Instagram、Facebook、IG、TikTok，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见 ，Let's go。哎，没有，下个影片还是我们的。对啊，我们下个影片见啊。OK， 我们下个影片也见。下个影片见，拜拜。See you guys。
Let's go. I could love you like forever.